大家来到凤山读书会。我们今天导读的章节呢是《幸福跟着来：探索幸福的泉源，品味人生好滋味》。那作者呢是我们的老师蔡耀盛的老师。那凤山呢越来越兴旺哦，感恩有大家，感恩有天地，那感恩老师。那蔡耀盛的老师呢，他目前呢是美国天元文化的负责人，然后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精神导师。在2005年呢巧遇恩师 Frank 之后，在2010年的10月份创作了他的第一本书啊，就是超级生命密码。那超级生命密码这一本书呢，在美国加州的中医学会呢，它是指定的教科书，因为呢当地的医疗学者们呢，他发现医生呢，假设他读了这一本书呢，他的医术会进步，然后患者呢，他读了这一本书呢，他的病情比较容易痊愈。那一直到今年的春季呢，老师总共著作了3本书。那在老师所有的书籍里面呢，还有他的2副居集卡里面都加装了隐形的密码。所以很多的人呢，他发现一旦看了导师的书，睡了导师的书，期待导师的书，或者是呢听了导师的讲座，听了导师的音乐呢，他的人生呢就会有所不同，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以及安定感。那么呢，今天也就是说，我们聚集在这里呢，来享受这一场读书会的其中之一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今天等一下会开始导读，那末了呢，一起在比较接近结束的时刻，会再一次的为大家分享一个太阳灵验转运法。这个有征求导师的同意，再一次的做一个分享。好，那我们上一次导读的部分呢，是到4至6，那我们今天从4至7开始，页数的部分是165页。好，那么我今天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他要先导读？那先导读的话呢，就一个人念一个段落，导读一个段落。那问题的部分呢，就是导读一个完整的问题。在答案的部分呢，太阳盛的导师解答部分就一人导读一段。那从那个自告奋勇的那一位呢，时候顺时钟方向，然后一圈导读完呢，我们大约再做一个导读。那今天导读的时间会进行到8点。好，哪一位先导读？这边好吗？可以，加针。那就是从这个学业的评论开始。好，我是一个已离婚的父亲，最近有位已婚的妇女主动与我联络，她的婚姻并不顺遂，我们每天都互通信息，她也曾说过要分手，她又舍不得，请问导师，我该怎么？好，那谢谢嘉珍啊。那接下来，因为嘉珍是最外圈了，等一下就是景华。那比较不好意思啊，我们等一下要导读的时候呢，请大家先做一下深呼吸，用最强的中气，把最大的声音共振出来。那因为我们的经费非常的微薄呢，然后我们的音响设备还在紧锣密鼓的扩张当中。那总之先把冷气装好是很重要的。好，那接下来呢，就邀请景华的导读。太阳盛的导师解答的第一段，然后依序带紧要大哥，我们从外圈开始，好，这样子螺旋的往里面到8点为止。太阳盛的导师解答：现今社会类似情形是发生几率蛮高的。打个比喻，如果你确定眼前有一个积满泥水的大坑洞，你会神勇跳下去吗？不会吧。因为你清楚知道水花必定溅得你满身污泥狼狈不堪，之后很可能因此引发各种感染，其结果任谁都无法预料。要避免日后无穷后患，唯一的选择就是避开此一坑洞。有些人会认为跳下水坑蛮好玩的，这就要看你有多少筹码可以跳下去玩。如果你身上只有5元，就不要奢求买一张10元车票，明知跳坑洞要付出100元代价，你就更该懂得敬而远之，甚至逃之夭夭。
重点在于你是否学会衡量得失。好，谢谢吉耀大哥。吉耀大哥声音最大声，大家可以听他示范。对方舍不得离开你。赞哦。对方舍不得离开你，若你劝他离婚，就是破坏对方婚姻。就算如愿在一起，谁能保证之后的岁月，你们能相处多久？人常常因为新鲜感而聚合，待新鲜感退散后，就忽视对方的回忆松冰。对方作对，还有其婚姻在，就不要成为破坏者。即使是对方主动，也可以选择避开。否则，你和他的纠缠所延伸的共业，许多烦恼、不安、愧疚，都是自己招惹的。当你了解上述大前提，就必须认清，不是你的就不要去碰，是你的跑都跑不掉。几年之后，他如果成了单身，可能你们的缘分就到了。好，然后接下来美丽的永离。总而言之，不要成为此剧的导演，背负因果包袱，要以理智应对得宜。当对方投怀送抱时，不代表是你的福分，很可能是你的灾难。究竟是福还是祸，自己要想清楚，才不至于落得万劫不复。今天能接收到这正确资讯，并将其吸收转化成自己的逻辑观念，往后再遇到同样问题就知道拒绝，因为这些考古题都已做过，有免疫力自然会逢凶化吉。好，谢谢。然后，在这边我们稍微的停留，因为我刚才突然有一个想法，有一点讯息啦，就是说，我们就因为我们有脸书直播的关系，还有我们呢，就是大家齐聚一起嘛，所以呢，我们导读一个 Q&A 之后，就开始进行讨论。好，这样子，那不然时间过去了，一直推移过去，再回头就忘了。好，可能就会失去那个记忆点、共振点。那这一段的部分呢？好，我们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有没有觉得有相对应的，或者是有感触的呢？我们在这边呢，要不吝于，而且非常热情的将它分享出来。所共振到的点呢，都是自己的礼物，都是天地的礼物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在导读的时候，还有。对方在导读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练习着将今天共振到的关键字，将它标示出来。那每一本书呢，随着我们的火候的增加，还有一些因缘的聚集啊，每次的感觉会不一样。所以你就那个将关键字跟回言大意大致上呢做一个理解。好，那假设呢这方面呢感觉不是很熟练的话，建议大家使用趋吉卡，比方说丰盛卡跟太阳卡做练习，因为每当你抽一个牌卡的时候，那上面是会有一个关键字，那下面会有结论一段微言大意，那我们再从关键字跟微言大意去共振，那我们的灵性呢就会更加的敏锐。好，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就不要浪费现在老师常常说的虚空中护法的加持，还有啊，在我们周遭许多智慧金光点点的存在，我们尽情的享受这一刻。有没有要分享的？那这个部分呢？好，我请义文做个分享。就这个，对，或者是说，感觉，或者是说，有时候是根据。我们分享有三个部分哦，第一个就是根据今天所导读到的，好，你见山是山，你根据里面的字里行间的意思呢，你觉得说很有感触，可能自己就是故事里面的主角哦，就如果说是刚刚好这样子。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见山不是山，可能从这一点呢去触类旁通到另外一个部分，
啊，或者是说我可能是带着疑问而来的，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做一个大家互相的一个讨论。那或者是说我上个礼拜呢有发生很棒的事情，我们来这边共振分享，它会相得益彰，更加丰盛。因为我看义文气色十分的光亮，哇，感觉上他最近修得很棒哎。好，谢谢大家。嗯，我今天看到这个主题要大声，深呼吸，因为这个已婚的妇女，我就是其中一位。那因为我离婚10年，其实中间也是碰到很多，就是说实在话了，我是长得很漂亮。但是说实在话，我还有蛮有人缘的，因为我的笑容，所以就也是有碰到蛮多的男士吧。但是我的底线就是说，因为曾经有一个就是他是有妇之夫，那因为老婆在美国，那曾经就是说想要有一个就是经常交那种模式，那我觉得说他的思想跟我的思想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在一起，就跟他说，我可以做你的小老婆，但是我是要经过你的大老婆认同意。就如果说他同意的话，我也愿意；那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他的意思是说不可能的事情，那我就到此为止。因为我觉得说，人的道德心我还是有，我是觉得说，今天我即使没有，可是我觉得说我一个人过得很自在，因为我的道德标准有。不要踩到我的底线，我们有缘就一起来，没有缘也没有关系。其实这10年来，我是觉得说，其实一个人也蛮快乐的。谢谢大家。好，谢谢。我跟你讲，真的，你一直看我，我觉得再有没有要自告奋勇的，进入长江二号，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哇，这是考这个特别的分享。那有没有要在那个好那个这位啊可爱的立秋淑秋，你看我的名字叫做可见真的是不熟。我是礼拜天我来那个上个礼拜天来高雄爱与感恩惊喜分享会的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那整部我都没有看他，因为我一直在看讲稿，念得很大声这样子。他就说哎，姐姐你等一下是要去参加什么课程？我说对啊，很棒啊，有一个很棒的课程，你要不要来？然后接下来换你讲。聊天的，要发声一点，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叫苏秋，对，那就是最近好像是有人想说他就是很专心在念那个稿子，我就很好奇，就是想说跟他聊一聊。就邀请我去参加那个奖杯，因为我在这里还有事，我就没有过去。对，就是我，因为他看到我在看书，他就说你很喜欢看书，然后说对啊，然后他就说就邀请我，就是有读书会可以来参加这样子。那个淑秋本身也是一个业务人员，我觉得我很欣赏他。第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善良的眼睛。然后很可爱的外形，然后很温暖的笑容，然后再来我觉得他有跟我一样就是很棒的一种业务灵魂。我说你从哪里来哦？你是住哪里啊？你来高雄办事？他说你是凤山人。他是凤山人，但是呢他是去台北过夜，因为他是要完成一个业务，所以呢他就是为了一个 case 哦，就跑台北然后住了一天。我看到他这样我也蛮佩服他的这样子哦，那么小小那么年轻一个女孩子，这样蛮精进的。然后她也比较喜欢学习，所以我就邀约她3场。一场呢分享会，爱感的分享会；第二场呢7月23号导师的讲座；然后第三场呢就是要来读书会这样。然后我觉得她真的很棒，她考虑的很谨慎，然后跟我说相信你，然后欢迎淑秋。还有一位 YB 啊，因为她。我很感动哦，他自己私赖我，他就说哦，他在爱与感恩分享会的时候是第一次去，然后是这位师父介绍的，然后这位师父好像是美玲的好朋友，好，然后他说他听到我们的录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换你分享。不由自主的一直流眼泪，心里面就我无法形容，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感动，哦，就是眼泪直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应该是相应吧。对，因为我来这边也是很巧的，我上面有赖了，我就说有一次我忽然就说打开我的房间门，我就说感谢宇宙之神，哦，给我智慧。对。这样子，后来不久他就传来给我，就传了一个赖说太阳公公啊，有没有什么，还有太那个太阳圣的老师，他说这都是正能量的，对，他一直在鼓励我说好。所以那天本来是25号本来有约的，是，那后来我就在那边犹豫，我说到底去不去？那他刚好传一个说美容下很大雨，我就跟我儿子说，哎，美容下很大雨。我就答应人家了，怎么办？他说：“那现在才几号啊？你在紧张什么？”我就是还是在犹豫着。哎，刚好25号那前一两天他又传一个第二个来给我，那我就释怀，说好，那你们不去，我就马上传来给对方说我有事，我不要去。要不然我在那边还是一直在犹豫到底去不去，因为我觉得那个道场跟我也不相应。我不喜欢那个那个的道场，我觉得这边还蛮好，因为他一直是我的贵人，我们认识很久了，好棒，谢谢。而且他有一个我很尊重他，就是很尊敬他，就是我有什么缺点，他马上给我纠正，所以我非常的感恩这样子。因为有的人他不喜欢，他如果你有什么缺点，他不会正面的指责，不会跟你讲，但是他会跟你讲。当然，有的人是也不会接受。但是我是蛮喜欢这种当面给你指责哈，说你哪里不对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错在哪里不知道，就这样迷迷糊糊的这样过日子，所以还是很感恩师父。好，谢谢。那我想我们不要小看每一个人的一个力量，像那个英奇在彰化，我的公司啊，就是我读书会的会址啊，哈，对面有一家我们彰化最大的洗衣店，然后我有去跟他结缘一张票。好，就是我们4月9号的讲座，然后他跟我说很神奇，因为在我跟他结缘票的前一天，就有一个人跟他结缘一本超级生命密码。那结缘那一本呢，是我们台中最大浴室，台中有维新浴室的老板，女老板，他买一些书去送给他。那为什么这个女老板她会结缘到这一本书？她说她一看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就买好多书，自己知道买很多书。很多的书送人，是他的员工到台北世贸去参加活动的时候拿到千年之约跟疗愈权利回来跟他结缘，他就相应了。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的因缘聚合啦，好，所以我们大家就是再接再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导读素素4-8忏悔所有的不圆满。我常常自责，总是好事办成坏事，嘴又笨，又解释不清楚，只能为这些事暗自伤心。现在做事说话都很小心，生怕一句话说得不对，事情做得不好，会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自己很愚蠢，不能原谅自己，总是思考这些事，让我成天失落。希望老师慈悲开示。好，谢谢。然后那个Alan， 太阳圣德导师解答：明明是好事，为什么会讲错？这就是智慧不足，做起事来才会事与愿违，而造成没有智慧的原因是没有忏悔，导致负能量一直存在。首先要忏悔自己过去所做的所有不圆满的事，再发一个愿，然后将心法自然融入生活中，渐渐就会发现自己的转变。要很细心观察自己，今天和昨天比较是否进步，如果有就要勉励自己，如果没有就要更激励自己，看到有点起色就会有信心，所以要尽量勉励自己，增加信心。信心提升之后，很多事情就不是1+1=2，就会越转越顺。阅读超级生命密码可以迅速产生效果的原因就在此，只要愿意改正，
加上用对方法，问题自然得到解决。好，谢谢。那这一段的部分有没有相应的要分享的人？好事变坏事，就是种那个苦瓜生菜瓜。然后呢，那个我请那个雅珍分享。说到这个水稻蒜的发掘，我的口才不是很好，不太会说。
对，目前就是比较有一点点小智慧。对，谢谢。不会再把坏事变。对，不会，不会，就是不会把好事变坏事。对对对。可以转机。有没有在要分享的这个部分？好，那我这边呢、啊，因为我觉得每一段我自己都相当的有对应哎，因为我下午的时候呢，我去处理一个车祸的调解。所以我这两周呢，两个礼拜五的下午我都去处理一个车祸，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嘛，常常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真的很扯，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说有一个行人在路上被车子撞，然后行人全部错，然后要赔车子30万，这种乌龙的案例，然后经过鉴定之后是车子全部无照者，所以行人全部错，因为行人啊，他走在路上很恍惚，他不知道那个是车道，就是现在其实标示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那个是很乡下的地方，所以到底是车道还是人行道是没有办法分得很清楚。但是那个行人他在被车子撞到的时候呢，他有听到警察说，警察过来处理是说一个人一半的责任，可是很奇怪，在做鉴定的时候可能是负能量的关系，峰回路转变的行人全部错。那我上个礼拜去到现场的时候，我一听都全部傻眼，所以马上就停，都不要处理了，我们回来讨论。那到今天我们在一次调解的时候，真的很神奇哦，神奇的事情发生哦，就是天地家给我智慧，因为本来这样就是不合理，而且呢，我看到对方过来处理的人呢，那个很难缠，因为他们是专门那个在钻法律漏洞的某一种类似黄牛，或者是说他很会处理这种事情。然后我看到他们，我也觉得很傻眼，就是那个对手中的对手。然后而且呢，我觉得我其实好像有一点点不太懂，我觉得有一点模糊。可是呢，突然呢，我在他们的言谈当中，我听到一个关键字。然后我好像醒来，然后天地家给我一个智慧，我就问了一句话，然后突然之间那个调解委员会的那个主席还有秘书呢，突然开始一阵忙乱，然后呢就去查法源，查完之后啊，他回来他说他前天去上课刚好上到这一条，结果峰回路转变成不用赔对方30万，然后呢这个人呢可以多领6到10万，就是行人可以多赔6到10万。那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智慧，因为我觉得是当下天地当中的智慧。那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呢？我就是每天开读书会，然后我礼拜三在台北参加爱乐去办一个读书会。可是昨天因为我到台北去办事，我刚好有点空档，我又去现场参加分享会，然后我第一次啊，全部就是当学员，就是我也没有分享，没有组织，我就在享受，就像大家这样很享受。可是我听着，我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感动。我第一次哦，因为我每次参加读书会的时候，我都是很开心，我很少流眼泪。可是昨天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大家有空再回去看昨天的那个第一个分享，你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就开始流眼泪，流眼泪，流到。结束回家到去坐车还在哭，还在流眼泪，然后我心里面突然有些关节好像松开，满满的忏悔，然后满满的感恩，满满的珍惜。所以呀、啊，不管啊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能解不能解啊，我觉得导师这边解答得很好，全部回到在忏悔。我的体悟是这样，但有许多的人呢，直接来到能量面，他直接要抓住步骤三。他要能量，但是假设我们在一开始的那个源头没有消融，那我心里面没有真实的爱与感恩的话，我这么强的能量啊，它会变成社会上可能某一种我今天看到对方不可思议的乱象。可是我发现这一阵子，因为常常参加更多的读书会，还有爱与感恩分享会，从源头里面去解，然后事情变得更加简单，然后事半功倍，好跟大家。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父母供我们姐妹上学
钱的观念。现在我们一起去购物，父母还会要求讲价，即使小钱都得省下来。不知是不是受父母影响，现在对于金钱充满了不安全感，总是担心遇到急事时手头没有钱，越恐惧越没钱。请问导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吗？好，然后这一位这的确是恶性循环。买东西是否讲价？如果对方是可怜人，他卖的比别人贵点，这对你如果没有太大的影响，就买吧，接着赚钱。生意人老老实实赚他该赚的钱，没有哄抬物价，但你总是要和他讲价，代表你将别人的痛苦变成自己的快乐，因为在得失之间，不是你的就是他失。但是如果去风景区卖包漫天开价，这时候你就要靠自己的智慧去判断，这其中要有弹性。至于省钱，这牵扯到开源节流两个方向，节流是美德，同时要有开源做后盾。每一个人逻辑不同，价值观也不一样，如同你可以选择节庆大假时半夜去排队，或者努力赚钱不用排队可以买到同样的东西。总之省钱是需要的，但在可能范围内还是要开源。好，谢谢。开源节流的这个段落，有没有哪一位要分享？好，彩虹。这个好，如果说我去菜市场买东西啊，好，或者是买什么，那回来有人要问我说，啊，那个一斤多少钱？真的，我想不要，因为我不喜欢跟人家一起出价谈价这样子，这可能是我的个性嘛。那有一次我们跟中医大哥还有医院啊，他就有一次跟苏医啊，然后就到观音山那边去爬山，然后顺便花书，那结果医院姐嘛，他要买一下东西。然后那个好像是从有一种是一种那个山地的红米啊，薏米哦，红色那个藜麦，对，啊，结果医院姐啊，就跟他在那边出价，那时候那个就说啊，这个没有什么。我身边女生，他们都谈谈啊，那样好了，这个这样不能卖嘛。啊，最后，终于大哥，我是在旁边看，他终于大哥已经买了，然后终于大哥就说，我没有在听老师说，该干嘛赚就干，干嘛赚干嘛去出那种钱嘛，这样子啊，跟人跟那个对方一直在谈价这样子。所以说，那次我对。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点。其实我本来我就是这一种个性，人家跟我讲说这个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一斤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刚好对应到这导师这一段里面，其实有些哦，该让人赚就让人赚，真的不要跟人家一直拿价。这是我的分享，谢谢。谢谢彩虹的分享。接下来我要邀请一个老板娘，然后她接触超马有一段时间，那我也很好奇她在做生意之间的那个利弊得失啊，还有她的那个利润啊，这个部分啊，她有没有她的调整的方向，还是她的领悟心得是什么？我们欢迎雅萍。家具店的老板娘，因为他买个鞋架，他前昨天就跟我订了一个鞋架，
那个学校他太紧，因为他等到七月中才会来，结果他就是说今天很忙，从来看他要高一点，就要今天来看。然后这个客人他其实是我的忠实客人，他就会很会，然后很会杀价，很会跟我杀价。那其实今天我卖他那个东西其实赚不到几百块，可是就是因为客人我觉得他喜欢杀价，他就会坏掉。对，他很奇怪，明明他就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我一定便宜给他，因为从以前我在卖东西我都是直接给实价，然后我就跟他真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价钱就给你这个价钱，你跟他杀了，因为我这个只有赚一点，没这个工作你赚300块，你就不要再杀，我就直接给开300，我不像以前的客人就喜欢哄抬价钱，那客人就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前我们在做批发期习惯就直接卖实价而已，就客人都，我觉得客人都不懂这些，他就觉得说你给我看就对哦，他连杀吧，客人都是在看我吧，就是会一直想要给你杀。那我们这个客人，他就今天一样照常这样子，就是喜欢杀这样。那我想说，那我就真的只有赚5块而已，可以赚5块嘛？我就会跟他讲，其实我会看客人，因为客人他喜欢杀价，有时间多一点点让他去杀啊。我说，觉得客人是喜欢那种快感嘛，杀价的快感。对，那我现在觉得说，还是开实价，然后让客人去，我会跟客人讲。他有时候客人如果真的是，我会看人，客人如果他喜欢杀，我就让他杀够，我就让他杀得过瘾。不过我觉得现在我比较会调整这个方式，因为我以前哦，要卖东西我都会觉得说，因为我们想卖东西都想要把这个东西，因为我卖了，我觉得我就想要把这个东西卖，这个东西其实很多销，我就喜欢跟他。做销哎，还记得喝，那记起来，没记起来啊，那这次会哎，那敢供我。所以我学了方法之后，我觉得真的是不行这样，心口不如一。那那边人家无销就是无销。其实以前我是看东西啊，因为有时候都想说换个。其实我在我行里面，我觉得我是算老实的那一种。不过我觉得还是不够老实，因为你想卖这个东西，你就会跟他讲说啊，这个东西好无销，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有销，除非他真的很喜欢、啊。真是哎呀、啊！我后面变成说，我东西卖东西，我就直接跟，我都会跟客人讲说，你就是买你实用的，你喜欢的，你觉得 OK 了，你再买。我就是直接这样，所以哦，我会让给一些我们忠实客户，到后面都变成我们忠实客户，我就觉得这样。对，谢谢大家，谢谢雅萍的分享。我也喜欢跟雅萍买东西，特别喜欢买那个咖啡罐上，因为我以前买一套1000块，好难用哎、欸。还会一直到处别的地方这样子，可是雅萍那好快，又快又小又有效又方便携带又便宜，就是我帮你买的，我是我的，就是它这个管道啦，它这个管道等到进油有好东西，大概只要1/3的价钱，对，差好多，一组才1/3而已。那雅萍最近有比较节省吗？比较节俭吗？有吗？你说节俭吗？就觉得仓马是会比较节俭。我觉得我们以前啊、哦，那老钱古电脑钱啊，钱工。出去的话就想拉这个东西都可以，我拿5000块出去，我就想5000块就花完算了。现在不会了，现在觉得说有需要才买，不需要就带回来就好了。所以我们出去，现在出去玩也是觉得说，欸、我给他赚2万，所以为什么没开玩？没有赚的吗？没有啦。我暑假不是都在想带小朋友出去玩？就想说他带个2万块的时候就出去，包括一些吃的、用的什么的这样。可是后面觉得说，哎、欸，我们出去就是有需要才买，不需要就还是那个就节省一点。变成会自然而然的哦，不是咱都可以扣的，是咱真正哎，觉得说东西不用买嘛，就买回去就放在那里，就变得有智慧的去选择，对，就变成这样子。那个学习方法就能变得勤俭持家，变得真的很变成有负德，是，对，变成这样对负德。好，谢谢雅萍的分享。那我最近啊还很喜欢看一个人的分享，我也是他的粉丝之一。我觉得说他从那个大小姐。然后慢慢的啊，他就是变成，他也会勤俭持家，而且呢，他还会修理电器嘞，靠着感恩，都是为自己好、哦。你们欢迎妞妞哈，为我们分享怎么样运用超马，把他的人性修好。分享一下那个人性修好的故事。因为我们前几天去工作室的时候，然后因为他冷气已经真的20几年，然后他真的就是已经坏掉，然后就当下就完全就不能吹这样。然后呢，我公公就说好了，那就换新的这样。可是因为我带小孩，我要陪他们工作的话，没有冷气真的是
会很热，这样我自己是没关系，可是就很热。然后呢，过几天我们又去的时候，就冷气就坏掉嘛，然后我婆婆插腿都拔掉，这样就他们已经准备要换新的。然后那天就是又过去帮忙一起工作，然后因为我就带着小孩，就是我可能会带着他们一起去帮忙这样，所以因为太热了，然后那个冷气要靠我拔掉，我就跟我婆婆说：“你妈冷气真的不能吹了吗？”然后她就说：“我也不行，因为又刚好看到新闻，怕那个冷气可能会太旧，会走火什么的。”我说：“再让我试试看好不好？拜托，我就是想说，好热的太热了。”那我就走到那个冷气前面，那她插口我就说：“我先试试看啊。”她说：“好，随便你，你要试你就试。”我想到，我有看过有别人分享，对，那因为我以前对那种东西，我觉得那个没有生命，我就会就觉得反正就不可能，好像人家讲的很神奇，说不知道感恩什么，就或者是学超马之后会感恩，可是真的我觉得你要感恩是要你真的很用心，真的很像它是一个很有生命的东西，再都要感恩才会有那个效果。然后我就插，我就开始拜，说真的在那边拜，我说冷气先生，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很辛苦，工作了20几年，那我知道你真的很累了，拜托，你再让我吹，我们要换新的，就再让我们吹一次，我就送你一路好走。真的对，让你好好休息啊，你下辈子不要再那么辛苦，然后再感谢你让我很凉爽，再吹一次就要好走。加持一下，我就在扶着他唱那个感恩诗。虽然我公婆在后面，好像有觉得好像有人，他们觉得我好像怪怪的，也不太好意思，就赶快唱一下，然后赶快。可是是真的有认真，就稍微这样看一下唱一下之后，然后就跟老公说：“哎、欸，我要转看看这样。”我就哎、欸，因为他们是旧型，所以要先送功，然后再看。我就哎、欸、送功，说哎、欸、我已经那个有点期待，但我说哎、欸、看看有没有什么那个，因为转那个。有冷气的，我就哎、欸，有凉风哎、欸，说哎、欸，喂，有凉风哎、欸，真的出来了哎、欸，你看，然后就我公婆看到就觉得哇，我说你看，然后老公说天哪、啊，也太神奇了吧，真的假的？我说你要看真的会凉啊，就是我们一整个工作下午，就是都还就是很给我们真的很凉爽的空间这样。啊，刚刚讲到那个省钱买菜，我讲真的，我以前去买菜哦，可能我没有在赚钱，所以我觉得去买菜我都会。人家如果骂我什么，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就要先问这间，然后再问那间。可是现在我会觉得，好像阿伯他们这样很辛苦在那边，所以刚听大家分享，我也觉得，我以后去买菜可能20-30块，我就不会再觉得说，因为有时候我买过了，我自己一路上我说靠，被可能就是觉得啊被黑了5块10块，这样会不会有点揪心这样？然后就是比婆婆妈妈还要更婆婆妈妈。现在听大家分享之后，我下次就是。算了，因为他们在那边晒太阳，好像也很辛苦，所以我一般也不会在有这种那个，就是也有学习到。谢谢，这个是奇迹耶，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地宣开始哈，我们导读四之十，祝福是一个，是一种给予。学员提问。老师的三本书一直都有看过，后因危险，每天除了做书法外，也会这样修行人的规范要求自己，尽力行善。但是我心里无法克制，却羡慕别人，从邻居到朋友，要是别人买大房子、孩子乖巧上进、考进大学等等，我都会很羡慕。回头看看自己，没有可进步的空间，我灰心。羡慕是一种变态吗？羡慕会影响修行吗？请导师帮助我。好，接下来请法师解答。太阳圣德导师解答啊，羡慕是病，羡慕的后面隐藏着嫉妒啊，端视其啊是否现行而已。如果你是抱持着羡慕对方给予啊而给予嫉妒，这是正确心态。但是羡慕引来嫉妒，心想如何整对方，见不得别人好啊，就不是对的逻辑观。当你啊乐见别人啊成长并给予祝福，你已种下随喜功德啊，对方的好可能有一天
会在你身上发生。祝福是一种给予啊，祝福不是你享有啊，就是啊就能够真心、啊、说得出口。这是因为内心空洞啊，匮乏所致。唯有修持心法，接收天地间的能量场，让宇宙天地绵延不绝的爱，打通内在狭小空间，啊，在霎时间变成有弹性的大空间，爱才会真情流露。啊，确实练习心法，将爱与感恩落实在生活中，处处感恩他人，嫉妒自然消失。啊，身上累积更多正能量。啊，不就和谐了吗？啊，这些就是我们要营造的气氛与磁场。谢谢法师。请问法师的法号怎么称呼？叫新芳就好，我署名叫新芳。新芳，新芳，看那个光新芳啊，哪一个新芳？康乃馨的馨。对啊，哪一个芳啊？四面八方的芳，大大方方的芳。哦，芳。我属狗，不吃草，我属于家草。好，然后那个丽轩，他是一个美术老师，然后他那个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觉得他很棒哦，因为他总共今天来呢是第三天，但是总共来四次，因为他今天下午场也来，我有注意到他美丽的身影哦，也有在下午场的时间呢留下倩影。然后，因为他是我台北的学员，然后是我介绍的是他们是那个人家表姐妹这样子。然后那一位叫心雨，康乃馨的心哦，然后他就说。他看到他那个姐姐的照片来到这边，他好高兴，好高兴这样子。然后就说，因为他比较就是他很好奇啊，为什么引起怎么请得动他这样子啊？所以我想说，很希望那个丽轩来分享一下你这几次呢，今天是第四次哈，对，然后第三天嘛，好，那你的收获大概分享一下。我有觉得他说真的，真的变。怎么那么快？我还没有开始用功，但是我开始用功不得了了。不得了，会不会有充满仙气飘飘？谢谢。有。我下午有分享。为什么会回来参加？事实上，对太阳顺的这个太阳，我今天下午分享说，我从小我住乡下，我一大早起床，我都会去，我会迎接日出。目送太阳下山，这是我结婚前几乎是每天，除非我不在家，我早上都会怕我睡太迟，没有迎接到阳光，我都会接受太阳光的能量。然后我自己在来这个之前，实际上我一直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调心，调能量的一个方式。然后来这边听第一堂课，我就很欢喜，就是整个都是正能量的分享，就很欢喜。我本身我也有在学佛，那我说，学佛它是一个怎么讲，成就无上菩提，是个很究竟的一个法门。但是有些时候会看到，为什么，包括我自己也曾经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说，好像，法师那么好，有时候好像就找不到那个窍门在那边。但是所以我来这边接触，我觉得说都是正能量的分享，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方便也给自己再多一点学习的空间这样子。好，谢谢。然后请法师也西方来，法师也分享。说到这个祝福啊，我说人哈是一个磁场，像以前我学的法门是说是一个气体。你今天你想好的就吸好的过来，你想坏的就吸坏的过来，而且你是一个发电厂。你今天好，你每天也人哦，一个你是先美的个底啊，对啊，对啊，因为你是发电厂嘛，你发电厂啊，你本来没听到，你自己先听到，你自己先受伤了，对不对？可是这个无形中就是累积你的那个负能量啊，等于说，天地宇宙都会给你那个加减乘除。我现在去给他念经哦。我老公，现在那个加减乘除啊，给往生者加减乘除，也给你们家属加减乘除当中。所以哈、啊，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往生者讲好话，啊，也在那边哈、啊，一样嘛，我提口。今天去那边哈、啊，
我说哎，椅子拿来抬哈，他说给狗给狗，哎，轻声细语，马上跟他讲轻声细语。你说好，老师，哎，师傅说要轻声细语，大家都听，那个椅子都是小心的搬，小学都不敢出声音。我说你在这个那个，就是说那个灵堂，灵堂要安静，而且不可以争执，不可以争执，而且要跟往生者讲好话，因为能够那个往生者，他很像，我说往生者就像那个婴儿，出生的婴儿，你今天给他说一，他不会说 two， 他讲 one， 他不会说一几，他你跟他灌什么奶，他就喝什么奶。我今天也是这样子啊，我说我就越单纯越好，像以前我在学佛法的时候，就说你愈单纯，愈得到祝福。你要弯弯翘翘哦，啊，转也转型哦。你要安尼哦，哎呀，这不叫动而，啊，这内不叫动而，你不吃你就是翘翘，是不是？所以说啊，你越单纯越好。所以我也从以前也是从另外一块进来，啊，就有那些前辈就说，你越单纯的人，福报越大。所以我一直就觉得说，哎，这个能量场就是我要找的这个能量场，要祝福别人。祝福别人就说你也是自己的发电厂，你想祝福别人。所以我们前念经的时候是说祝福我的谁谁谁谁，大家都成为一个真正健康明朗幸福快乐的广播人才。你在两面时准，哎，这个人马上他就会现那个样子。像我家人，我妈妈，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例子。我妈妈就是她可能受的教育不是很高，可是他以前的教育就是说，我每天啊，他说啊，我囝哦，够不好，啊，我囝哦，够不够好，不够安怎，我讲啊，你得那两间吼，安那改上间给恁囝，讲阮囝是上友好的，阮囝是上快乐的，阮囝是和我上会讲，你安尼个讲，哎，结果我跟妈妈讲，你安尼个讲，我妈过礼拜吼，一礼拜后甲讲，哎，有好嘞，你甲我改有好，真正这是哈，因为我妈妈她是念阿弥陀佛的，阿伟也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我说哎。你的两面当中，你叫你能拿上天给恁囝，迄囝恁家己捏的呀，你安怎捏捏的，要甲捏做吼，恶魔，他就是变恶魔。你今天把它念成是欢喜佛，他就欢喜佛，对不对？啊，你得跟捏捏捏，你偏偏要捏做迄不好囝，你家己捏出来啊！啊，你现在要重新塑造你的孩子啊！哎，所以我说，我妈妈讲，我念阿弥陀佛，你是不是叫我念迄南无阿弥陀佛？我讲你门关起来，上在念念啥？对不对？啊，对啊，所以哈、哦，有时候老人家的观念啊，也是要靠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像那个猴子哈、哦，那个老高哈、哦，老高到理发店，啊，那高囝哈，伫咧那海边哈、哦，在洗那个盐水，洗掉那个沙子，吃那个番薯，很喜欢吃。可是那个老高讲，我是老高呢，你别讲嘿，我好，他们在吃沙子，吃有沙子的那个番薯，可是人家那个小猴子在吃那个洗过盐水的那个番薯。人家高兴得不得了，可是那个老高他就不，你好，你算老几啊？我是那个老大，你那个阿囝在看阿婆登仔啊。有时候老人家哈也是要放下身段去学习年轻人的思想。好，谢谢。也欢迎大家广邀有情众生，就是大家一起来到超马的世界。那我发现啊，就是我们都一直想要找一个相应的法门，可是外面的法很多。有时候不见得听得懂，我觉得很感恩老师将这么棒的宇宙妙法变成白话，它居然还可以深入，然后呢效果马上看得到，从我们的气色啊，我们的生活境的转、哦、然后他这边又讲到说祝福是一种给予，但是啊祝福又不是你想有就能够真心说得出口、那个老师常常说我们就祝福他，可是祝福不是那么简单，好像就说我祝福你，可是能够真心诚意，原来它是需要能量。那刚刚好，我们这个系统呢，就能够接通天地的源头，在刹那间拥有能量，我们一下子在这一秒就可以转接。好，谢谢。然后再来四支十一，好，快交给天地定夺，然后邀请观音，请我们找读。好，快交给天地定夺，读者提问，我与他人有了利益冲突。他获得利益就会侵犯到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争取获利也就会影响到他的利益。我不喜欢与人相争，但是这次对手是一个自私且无理，言谈举止都令人讨厌的人，所以这一次我打从心里不想牺牲自己而让他获利。如果我争取的话，
会牵涉到因果吗？难道我要因此让自己受损，不要让他受，不要让给他吗？谢谢。那接下来这位怎么称呼？失望。失望。太阳圣德导师的解答，会不会落入因果是一回事，你心中的那把尺让你处在某种地狱层，不见得是好事。无论顺眼或与否，假设你们之间相争，在过程中损失他的利益，就尽量避免吧。这和这个人心中的那把尺及度量有关，与你待人处事的智慧逻辑也有关系。你是真心不与他真还是假意，做了心中是否舒服，你说没关系，我让给你。待对方春风得意时，你是否还能以平常心视之？如果开始抱怨，就是自欺欺人，以为自己处于修行伟大的国度里，却没有开窍自己，欺骗自己，千万不要修行之路才刚踏出第一步就开始埋怨，搞得不舒服不舒坦了自己。一切要开悟才能够真实在修行生活里产生圆满性，如果你能够看清楚许多事情，就能够轻易选择一条容易的路。至于对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就交给天地定夺吧。好，谢谢。然后这两段有没有要分享的？都要分享。那我想说这个部分呢，想邀请 Alan， 来自新加坡的 Alan 分享一下，或者是自身的体验。可以站起来，大家比较看得到。对这一段，我是没有想到什么，我突然间想到，那个我曾经有跟那个师姐讲过，说好奇怪，我每一次不管在新加坡或者是回来这里的时候，我只要参加超马的活动，很想去，我的这个本身的身体就不舒服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真的是很妙。那么好像我们新加坡也是讲负能量，是这样的，因为我本身还不是很像在座的各位这么深入。那么我那一次也是有跟子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去分享那一天哈。对，我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不舒服，可是我还是去。那个子芳姐跟我讲，你要邀请负能量一起啊，他在考验你。好，对，好，对，我就一直记住这一句话。今天我实在是很不舒服。但是我就跟他讲说，今天晚上我强迫说你跟我一起去学习啊。那个我跟我女儿讲，师姐讲说是在考验你是不是真心的，我看还是去吧，就真的就来了。所以几乎每一次我很辛苦的时候，我还是来。对，所以这么辛苦，不要害怕负能量。以前我是很害怕负能量，然后我就会这样子。出来，后来现在我认识了超马，因为有师姐的鼓励，然后啊，这个是我女儿，她陪我来嘛。哦。她也有见过那个英奇，因为那一次我跟她结缘是去听那个演讲，小孩子都，等一下，因为我们老人家已经病痛嘛，什么就会搞这种东西。后来很奇妙的那一次，我跟她讲说，今晚我要去听一个演讲会，然后老师来，而且我是报名当志工。其实我的身体状况是不适合当志工，是我觉得我已经报了，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去。很奇怪的那天，刚好来我家，然后就聊起来，你明天帮我叫吴哥，帮我叫德士，这样这样这样。本来他是没有空的，后来他应该是佛心啊，妈妈，我干脆陪你去。我说你陪我去要两个小时，我跟你讲哦，你如果没有那个意愿来讲，你会觉得很无聊。没关系啊。结果他那一天听得比我还要专心，他的两个眼睛一直盯着老师，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反而他还怪我说为什么你眼睛闭上没有在听，没有在听，因为我用量听我比较专心，我很高兴，我终于把他带入了超级生命。跟他讲这个方法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每天都做噩梦，那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引起的，所以我觉得对他很惭愧，然后就跟他说，那你做噩梦的时候你就想象太阳公公把那个噩梦给烧掉，这样就没事了。就他说，可是妈妈我不知道要怎么用哎、欸，我说啊这样，那没关系没关系，你就把敲马放在枕头下面睡吧。结果就睡了一天，隔天再问他说还有做噩梦吗，他说妈妈没有做噩梦了，说哇这么好用太棒了，那你就每天都睡超马这样就 OK 了。然后就是昨天我们骑着摩托车要经过高屏大桥，那他已经从去年前年都跟我反映说他每次只要经过那个桥他就会很害怕，他都会觉得快要掉下去，即使是坐在汽车里面他也会觉得他快要掉下去了。结果他就在我骑下桥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妈妈我不会怕，我不会害怕的呢，我惧高症好了。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说我刚刚实在太害怕了，所以我就想把眼睛闭起来，然后我就想象太阳公公把我的惧高症烧掉。结果就在他眼睛打开的时候他说哇我真的不会怕了，而且我还想说会不会是他那个错觉。所以我们又从高雄回屏东的时候又再一次经过的时候，他还可以在桥上跟我一直不断的聊天，然后还可以看得很远说妈妈我真的完全不怕了。
所以我觉得这太神奇了。请主方分享一下，刚刚那个谢谢你们来哈，那个场地有限啊，所以让你们做委屈了。不过真的很开心哈，你们大家来共振。我们谈上个礼拜来很多人的时候，因为那天早上我做心法，然后因为我有接到一股就是那个能量下来，就是说邀请所有到场的一个。那个家人，请他们邀约他们的负能量来这里共同提升，所以有很多的朋友有收到我发给你们的简讯，所以是因为这样来。那那天好像也有人有不错的体验，跟某一些开关被打开，对啊，所以真的谢谢你们，真的要常常出来共振啊。谢谢厨房，老师吗？那个，那个部分在分享。就那一天，哦，那一天哦，就那一天我就是做那天脂肪癌那一天，然后隔天我就一样照规律，就是做心法，然后我也是这样做心法，然后就是有点有那个思路啦，就是刚开始是很浅，然后我也没给他注意，然后他就慢慢的显现说什么。行善积德要快啊，然后因为我不懂什么意思嘛，因为他是从很浅的知道慢慢加深那个印象，我想说是吗，是这样子吗，然后我想说我不懂了就请问指导，就说那是什么意思，然后指导也跟我讲解，然后后来隔了第二次忘记，然后就不知道做了什么，我有点印象忘记，但是还有一次就是前两天就梦也是有一个类似像那个，就是你在做心法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因为我上次有在书上看老师有说什么太阳村那个马来西亚有燕的文章，对，就比如说一个太阳村，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景，就是不会很大，可是就是很远，可是就是类似像很舒服，类似像那种很阳光那种感觉，反正就是很舒服，但是。很远，可是你感觉出来那个地方很舒服。啊，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是那种像开关是什么，然后跟我讲才知道，是这几次都有。然后第二次梦到什么，就是什么我有一点忘记。然后刚才说我都不对。后来看到网络上说有，网络上说是想回去，因为我好像没有。好，那我们先，什么是网络上说？等一下会后可以再讨论一下哈。那个我们现在导读42吸引力法则确实存在。然后这位新朋友的名字是我自己介绍一下，我姓刘，李鼎，李鼎，对，好。导读42吸引力法则确实存在。吸引力法则确实存在。读者提问。最近看到吸引力法则，感到有点害怕。我看恐怖电影的时候，总是对恐怖的情节心有余悸。根据吸引力法则，害怕会引起不好的东西，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一点？都不能接触负面的情绪，比如恐惧、刺激。吸引力法则到底是什么运作呢？请导师明示。那接下来请俊达导读太阳圣德导师的解答。吸引力法则，太阳圣德导师解答。吸引力法则就是你的某种情绪需求视野随着共振定律产生某种的吸引，将你所想的看的需要的都吸引引发过来。看恐怖片是自讨没趣，寻求刺激后搞得自己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穿着护卫胡思乱想。吸引力法则会不会让我吸到不好的结果，隔天精神不济，开车恍惚，导致撞车。所以有时候不要自找麻烦，智慧提升就没有此问题。
在你的智慧场里，你会明确知道所有负能量的阴影，你都会将其圆满拨开，不影响你的生活。吸引力法则则确实存在，而且你经常在无知中运用它，自己还不自知。绝大多数人都运用在坏的方面，你越害怕某一事件发生，其发生几率就越高，越感觉痛苦就越觉得越来越痛苦，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当你了解其原理，在修行过程中你就不要随之起舞。人家推荐哪部影片好刺激，你祝福他就好，千万别一股脑的应和。好，谢谢。吸引力法则，那我们的吸引力法则呢，在那个爱与感恩那个章节第4章这个部分有提到，但是我们呢，这是在秘密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有秘密中的秘密。这个是在哪一个章节？第6章，那就是我们的步骤一。那在这个吸引力的部分，有没有要跟我们的分享的部分？好，那这个部分请美华分享。对，美华每天哈、哦、都给我们很好的共振，就她每天她会剖起的幸福跟着来，再加导师的音档两支，所以哈、哦、我也是受惠者其中之一。这个当初也是灵感。那时候我在想说，我要不要把日期写上去？因为我每天都会写上日期，对吧？然后那时候在想说，这个日期要不要写上去？因为一旦写上去就没有停止的时候，对，被我打了。那我觉得我要有一件事情不许我去往这条路走，所以我那时候思考说，我必须要写上去，不然有一天我不写上去，有一天我可能会断掉这个惰性。所以当初是这样子灵感的来的。那随着就这样子，想到说，我今天不写的话，明天大家都在等我。所以我每天我一定要一定要完成，即使说早上有时候晚上真的是来不及，我早上早一点起来，我也必须要帮他尽快的把它。找出那个影片出来了，然后抛上去呢，跟大家分享。那很感谢天地让我有这个服务的机会，谢谢大家。谢谢。然后分享到这里呢，这里讲到影片，其实我以前非常非常的喜欢看电影。真的好。我每个礼拜一定去看电影。那么巧。以前非常非常的喜欢啊，那也是接触充满之后，很自然的就没有那个磁场。尤其是在4月16号，我们4月16号上的护友课程之后啊，真的是每天有老师的功课这样子，然后无形当中就会越来越相应。然后虽然我看大家文章哈，心得都写的那种意境啊，看到什么什么进来什么的，我是没有的，我就觉得说啊，我怎么会我没有呢？可是我仔细的去想一想。我仔细的去想一想，我的生活是过得很富有啊，富有。那这样子就好了、啊，那也是富有嘛。啊，这样没有别人的进步，不用去比较，因为老师说不要去求那个进步。对。对，那我是很高兴这样子。然后那个电影就很自然就不会想要去看了。谢谢。我老师好像没有在好像不知道在哪里也有写到说电影院的职场是比较不好的。对，比较暗。然后，因为我脖子就在电影院就有看到那个没有脚的。然后回来，他很小的时候，连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回来啊，就一直发烧的生病，而且他刮伤都是又黑又红这样，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那后来呢，他再怎么感冒什么刮也没有那些痕迹。所以哈、哦，我个人以前很喜欢看电影，也很喜欢听情歌，而且更喜欢看韩剧、日剧。什么剧？然后最近啊，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那个黄小姐，你们家那个数位机箱我要拔掉。我说为什么？我说很久没看，没有，我就忘记这件东西，就没有缴钱，他就给他拔掉。我已经大概3-4个月都没有再打开电视机了。因为参加富有班之后，生活十分富有，不需要靠这种凡俗间的机器打发时间，这样子。没有忘记
解人生。谢谢。那个佩华，我们从佩华开始，好，我们把心的圆满才是关键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做一个好，再试试再一个导读。哎，今天是逆时钟嘞，好。我呢？佩华，然后之后是雅琳，然后再慧宇。学员不是这个。本来还是有些焦虑和放不下的心情，在做心法的过程中，听到一个声音说：“你就放下，后面会补偿你的。”一瞬间，我的心情也就跟着放下了。但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竞争目标，难道每次人家来和我竞争，我都要放弃吗？请教导师，我该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雅萍。太阳圣德导师解答：有的人遇到别人插队，处理方式是让他插队吧。所谓担心就是放不下，如果继续担心就变成烦恼，然后变成包袱，严重的话可能导致精神方面的疾病。有位太太来咨询，因为她快受不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只身前来美国做生意已有10年之久，而这位太太才来美国1年多，先生严格控制她生活上的一切，不但不给她零用钱，不提供她代步车，不准她外出，也不能拥有手机，这样的生活几乎让她崩溃。她总是期望先生一起来咨询，找出先生心态不平衡的问题，但是先生都推脱有事而无法前来，令他痛苦万分，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请他试头再想想办法与先生沟通。他先生的问题其实就是事事放不下，心中慢慢产生纠结。谢谢慧宇。人世间其实最难搞的就是自己的心，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面临许多问题时，可以选择用简单或复杂的方式解决，但现代人总是喜欢以复杂的方式解决问题，一旦复杂就不得圆满，伴随而来的更多后遗症。现今是个自求多福的年代，每个人的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举个例子，有个父亲原本没什么大病，只是神经压到，造成一只手没有力气拿东西，西医建议其动手术。于是他的家人咨询我的看法，依我的观察，觉得现在动手术时机点并不妥，大多数子女觉得应当采纳医师建议。原本只是手不灵光而已，手术之后连水都不能喝，甚至还插管，隔两天突然血压飙升，转移到加护病房，爹妈甚至请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因为随时都有离开的可能。谢谢。然后我叫国超。国超，哪一个国？我是国超的超。国超。从原本单纯只是手的问题，到后来无法挽回的局面，如果能将能量场所产生的问题先解决，再进行手术，结果就会大不同。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一般而言，多数人对于能量场并不了解，直接的反应就是问医生，往往咨询到一般两瞪眼，大多以并发症为由做最后定论。不论你是否相信能量场，在问题背后隐含的运作模式确实存在。当负能量未解决前，看似简单的问题，往往很容易出问题。不能将负能量的问题处理得可以，再做下个动作，事情将会更圆满顺利。谢谢。好，瑞珍。当你了解一切都可以在心下功夫时，就会感觉容易许多。有人力争不是周环境，先将自己的频率及磁场调整到位，许多事将不言而喻，智慧提升到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圆满，因为心的圆满与否才是主要关键因素。我们一再强调身心灵契合，心不能主控自己的身体，灵魂就会受苦，因为灵魂在过去世存在着许多恩怨，若你的心可以主控我
逻辑，就能让你的心安住在这一世的环境和机会当中，在这一世悔悟人生，造就可观境界。好，谢谢。然后这个段落有没有要分享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请高雄的英奇我们做分享。我蛮喜欢他的文章，感觉蛮有灵气的。而且呢，我看到他哦，非常认真在画笔记，而且哦，他用很多种颜色在不断的做标注。我很想知道他看到的光点是什么，这样子。没有啊，因为我画的都是你看到的，会画的不一样。因为我现在真的是要重新下来，包含我在写心得的时候，就是重新开始下。是，不是说我们只说给别人看或怎么样？当然是对老师有交代，要做。那么就在每一天的当下的境下面，我就学习到很多东西，就包含我上一则的分享，我老板他因为有竞争对手出现，所以他的心就慌了，那么我就很担心他发生了什么。你管别人开一百家干嘛，并不做好你自己的事情是吗？对，我反而不会觉得说我们家东西是别人，对，所以说可以说，其实我做生意很多年，我就觉得这样看到人生的大概，我就觉得说，市面上大家会有争执，包含现在很多社会上会有乱象，就是因为大家心都不够安定，所以就会变成说有很多纠纷啊，有很多的嫉妒啊，或者是有很多不平衡出现。那么我就在想，对呀、啊，那我们就更应该加紧我们的脚步去推广。包含现在我都是随时在分享啊，对，我车子上我都会随时放着好几套的那个新年之约跟邀约书，或者要看到人来跟我结缘，我都会跟他分享。这是我的感觉，读到这一段的感觉。好，谢谢英奇。那美丽在吗？美丽在外面。美丽在外面，因为找到英奇要找到美丽，这样合起来就是美丽的英奇。然后还有没有要分享的？还有那个俊达分享一下。那一天呢、啊，抽奖6月25号，我第一个就抽到俊达，姓跟着来，大家跑去上这个，你赶快分享一下。你抽到第一本？哦，我抽到第一本。你不知道吗？对。赶快让你惊喜一下。要分享。分享。最近哦、好，这是奇迹耶，突然站起来被撞到。好，那我分享一下那个忏悔啊。好，因为上一次我想想好像之前我有来这里，然后那个谁礼拜好像是礼拜三的时候，然后再跟美玲聊到那个杨董，然后我在心里面有批评了一下，我就说啊，这个人不会忏悔，然后呢，很糟糕，就是回去，我骑车哦，骑到半路就是开始左边眼睛就中招了，然后因为我以前有看 YouTube 有知道那个王凤仪、刘善人他们左边眼睛是男生的长辈，然后我就啊糟糕中，赶快。忏悔，然后一直忏，然后隔天就才好了这样子。对，那中午我中午下午是分享另外一个忏悔，就是说那个很会批评人家啦，就是习性难改。然后就 YouTube 看到一个女生啊，美女，然后她很年轻，但是她就是去做那个拐骗女孩子去卖淫。啊，被已经落网了，但有没有被枪决不知道。但我就心里面，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搞这种事情呢、啊？然后没想到他从此他那个影像就会跟着我，跟了好几天。然后在他离开前两天，就突然我跟他在，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么对我有意见的话，那我他说要来投胎当我的子女啊。让我来教育看看会不会比较好。是那个人已经那个了吗？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想说啊，
这样过了几秒钟，我就想说啊，不对，因为我有分别心嘛，因为每个人扮演各自的角色，都在演戏嘛。对啊，那我干嘛批评人家？这样我不对，然后赶快就跟他忏悔。那刚开始忏悔的时候，他不太能够，不太接受啦。对，那我就继续跟他忏悔，忏悔啊，我怎么样？很对不起啊，我这个没开悟啊，这样的。对对对，然后他妈过了几分钟之后，他才慢慢有接受哦，有接受这样啊，他一直，当然我还继续忏悔啊，跟他忏悔，然后后来他才有接受了，有原谅我这样子，然后隔天的话，后来慢慢他的影像就不见了，这样就可能就把这个因果哈、哦、种子哈、哦、赶快把它处理掉这样子，好感谢啊那个对吧？哦，以上感谢，谢谢俊达的分享。那我们这个灯哦，本来只有一盏变三盏，是俊达帮我们装的。哦，最后呢，有一些时间哈，我想跟大家分享，再一次的分享。其实我之前就分享过了，就是太阳灵验转运法，然后我把它打字啊印下来，我希望大家就是也可以影印去跟大家分享，因为有时候它在书里面你要一整本不是很容易。那我有征求老师的同意，就是把这一段截录下来，然后方便大家做一个分享。太阳灵验转运法，其实它就在我们这一本书的5-27。
那我在这边呢，哈，我们来再来导读一下，好不好？好，那个千秀，好，我们就一人念个那个一句一句这样子算。改运，千秀从改运开始。改运所以是大选当做特例，只是要你不要由你自己选择，只是要如何掌这个公务任的熟人，就得看个人的学习的诚心。好，那我这边我要改运的时候，我已经用尽很多的方法，而且我去上很多的课，我一个课都要20万起跳。然后在早期啊，我要学所有的行销技巧，3种3天6万，真的花很多钱。好，然后公庙也跑，甚至于我后来我跑到一个公庙，他跟我讲说我的事情也无解，花钱也没有用，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方法真的白话又简单又可以深入，而且改写生命地图，因为我有研究紫微斗数，就是在我的命盘是没有的，而且我的生命线也延长，就这样。好，谢谢，再报一条吗？在这教导一者，太阳里面转运王，轻轻松松转运到位，方法如下。一，面向太阳，内心诚恳向太阳禀告，我吴金凤已决心做好太阳灵验转运法，并在自身受益后广博世人。好，谢谢。然后这个一下就忘记。如秋生命密码，这是细心品味并经常想象，若套用其中理念到日常生活中的各个细节，将会有多好。找一个固定时间每天请坐书中心法，至少前三个月。前三个，不是至少前三个月哦。至少前三个，即忏悔心法、落实爱与感恩心法及太阳心法，外加所发的愿都要做到位。对，然后后面那一位美女叫什么名字？秀萍。每一天抽出5分钟仔细研究今天你昨天记之取的点在哪里，若理出头绪，深沉感恩宇宙天地。后来再来这一位云懒，两人以上为一组，都至少一次相聚，然后分析历史现实，成就一心的并互相互勉是，然后再来组。敬畏，还有从善良人，即在有人心下分享自身，不过深珍贵心人，并邀请大众一起加入支持教练并实验喝酒。好，谢谢。然后再来同川熊分七次之以人，时常熏修真心顶重，彻底调整，诚恳修行，将可在7天21天或49天内见到丰硕成果。好，谢谢。然后妞妞。身心灵各种细节都用随身笔记或小册子做一记录，记得多加坚持此太阳灵验转运法，则其中妙处可言，当自身受益后广传世人，功德无量，天地明鉴。到那时日记得投稿分享你的故事哦。好，谢谢。那这个呢，这个法真的很棒，因为啊，我个人实在受益太多了，不是只有赚到钱，我变得比较白，然后比较漂亮。因为导师他半年前，他去年就会看到我，他说我是灰头土脸，他不知道我从哪里跑出来，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身体的皮肤都是溃烂，然后我的手是黑的，还有照片为证，然后我当时跟母亲的关系也不好，跟孩子关系也不好，
可是我现在跟我妈妈感情蛮好，而且我妈妈很投入超马，现在变得又高贵又美丽又光亮。然后我儿子好乖，以前啊看到他那个眼神有点凶神恶煞，不知道为什么到五六年级啊打完电动都变成那样怪怪的、啊、可是他现在看到我就是很乖。然后呢我也是让他打电动，我也没有限制他，但是呢他都考前五名前三名，而且这次毕业还拿三的奖，其中还是奖，而且活动已经分到那个自由班了，就不用管啊，天地管，天地照，太阳照，太阳照，真的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做了什么，就是你看我的作业啊，我就跟美娃一样，我就写上日记，就是我不要停，我每一天每一天，像《弟子规》，我已经读第十次了，现在读到今天读到第五讲，我越来越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好像心里一直在洗，一直在洗。然后再来就是，感觉收获啦，哈，真的很多啦。不管是我们要在财务上的富足，还是说身体上的健康，不然就变漂亮，然后不然就是关系的和谐，这些都是有的。这样子，好，那有没有要再分享的？那个刚才雅萍她说她的生命线也有不一样。对，你说生命线变长，哎，我觉得我事业线变长。这个不一样啊，那个。好，那个最后啊，我发现有一个美女，她刚来的时候笑容比较少，可是我觉得这是她不仅漂亮哦。又笑容又更多，那妞妞就是本来就漂亮，可是我有去看她以前的记录，她以前啊那个比较冷艳，然后呢比较有距离，而且现在就感觉有点仙气，气质又更好。那这个美女啊，我想说请她站起来一下，这个这位，我觉得她更漂亮，因为我今天看到她在第三次，而且她还蛮有毅力的，我想说她大概这么漂亮再来两次不一定有所需求。我想最后啊，两分钟哦，让他分享一下。对，有收获，有收获。因为都站起来，不能说没有。有啦，真的有，真的有。因为我之前报道，我之前报道，对，怎么报法？怎么报道法？好，那个要嘴巴，嘴巴很快，嘴巴很快，因为漂亮，所以嘴巴很快。然后接触了。虽然到现在还是情绪很暴躁，算暴躁，可是就是暴躁前会思考一下，对，深呼吸，对，然后是觉得来参加之后，对你的部分也有改善，虽然没有到很完整，但是就是有些微有改善，但是希望可以再更好。对，谢谢碧莹的分享。那个碧莹她应该只是来拍手，因为碧莹应该只是参加嘛，你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就有这么奇妙的效果。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家里自度，也可以来这边电度，就像去银楼一样，越度越光亮。那我看到她，我觉得她本来就漂亮，但是现在有多一分美。那种美啊，就是因为那个，我觉得有种德，然后散发出一种光嘛。然后我也觉得它有一种柔。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奇功效？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它有这样的光，你身上的光，阴德、声音、爱而滋养，有这么好的能量场，生活的境怎么可能不顺呢？那、啊、下一次，下礼拜再跟威猛分享，真的帅哥的分享，相信他一定会每天喜乐富足，然后又快乐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读书就到这边，谢谢大家。